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na， 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HP 最新的多功能学生事务机 DeskJet F4480。 那它的功能有扫描、影印、列印以及墨水容量、智慧指示灯及直觉操作按键，非常适合学生族群的使用。F4480 采用的是 DDV 显微控墨技术的60号墨水夹，那它的好处是可以列印出 1.3 picoliter 的墨滴，那印的墨滴更小，墨量更省。F4480 在面板设计的部分有一个相当聪明的功能，就是墨水智慧容量指示灯，那它可以让你不用透过电脑就知道你的墨水容量现在剩下多少，当你墨水越用越多，它的黑色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。那在智慧操控面板的部分，这边只要一按这个键就可以影印出彩色文件，这个部分是黑白文件。最近同学都开学了吧，想必需要一台 CP 值非常高的多功能事务机，就像这台 HP F4480 现在只要市价2199元，而且上网登录还会送飞轮海彩壳贴以及市价699的时尚随行包，此外还可以抽飞轮海演唱会门票，非常超值哦。